色的日落吞没在冰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起来。对，哦，现在我们呢，我怕大家不了解哈。现在我们是上肢激活的暖身操，写在上面给你们看喽，欢迎大家进来一起动起来，右脚左脚跟着我们动一下。好，我们今天又进阶了，对，我会把每一个操呢都是写在上面，让你一进来就知道你现在练的是哪一个部位哦。先跟着节奏一起动一下，各位呢不用担心，动作不难，只要你愿意可以跟上来。先左右踏步跟着我们节奏，如果你刚进来的就从简单的开始，从暖身开始，再跳就会非常简单。手往上，左右两边，很好，左右，再一次，右手往上，很棒，加油，手刀往上，再看一次，很棒， Come on， 跟上我们哦，呀，手刀往上。哦呀！欢迎大家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就在今天礼拜天，我们一起燃脂 ，Come on， 双手。我们现在在暖身第一首歌，那我们这一首呢，就是上肢激活的暖身操。哦呀！如果你刚新进来的男孩女孩，你可以先点点关注，然后循序渐进的跟我们慢慢的动起来哦。对，手滑圈。刚才呢，我下午吃了西瓜跟水蜜桃。一下子可能太热，今天是大暑嘛，太凉了，有点点拉肚子。现在跳起操来感觉又好了，双脚双手跳起来，对手画圈，跟着我们起来。欢迎新进来的小伙伴，如果你刚进来的，你可以刷下舞，让我们知道，让男孩女孩们也可以 take it， 好不好？来，再一次动起来，很棒，再一次跳一下。刚进来的帮我们设关注。在看的帮我们按赞，给我们各个城市的小伙伴鼓励一下。等等，我们赞，来右手往上。I had my first love. Hey, there was nobody that compared to my baby. Hey, nobody came with you, so could ever come above. Hey, she had me going crazy. Hey, 就是这样。Oh, stars, hey, she hey, woke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stars. Hey, 双手。She made my heart pound. And ski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it's c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crazy. 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来右手画圈，我们再一个。加油，动作不难，把你上肢激活一下，跟着我们节奏，让你的心率慢慢升高，流一点点的汗，持续上来，燃烧你身上多余的卡路里。再一次，很好，文灿，很棒，再一个 ，OK， five， four， 我们双手一起跳起来 ，Go。再一个，很好。哦呀 ，OK， 原地踏步一下。在夏天就是要动起来流汗，才不容易中暑。Come on。冷气不要开太大，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 ，Let's go！ 为什么我要去谁？握胸夹背。新进来的男孩女孩，如果可以刚进来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好呀！改善圆肩驼背的暖身操。很好，跟着我们一起喊一下，一二三，叫！啊！如果你呢常常低头看手机，然后需要打电脑、玩电动，哎呀！手背再一次，我们看，很好，就是这样。再一次调整你呼吸，跟着一起上推下拉。欢迎大家进来到我们直播间，跟着我们启动。很多朋友，你刚进来的，赶快设下关注。在这个夏天，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很多改变的见证都在我们的男孩女孩当中，欢迎加我们。
也写下你人生另一篇的故事。 Come on， 一起来横道，改善圆圈驼背，改善你的体型，同时间帮你燃烧身上多余的卡路里。再一个，很棒，再一次，加油各位，跟着我们一起全力以赴。 Come on， 从头来一次，扩胸夹背，扩胸夹背，用力一点，动起来，手心向上，腋下夹起来，呀，来，一二三，叫，哇，释放你的压力，跟着我们一起来，动作不难，很有趣，你会在欢乐声当中完成了今天运动的燃烧卡路里的。打开来，手背放手背，下来，再次，很好，下一个，来 ，come on， 往下，很棒，各位，上推下拉，一起来，加油，各位，天气热，让我们把身体再热起来。外面下雨的，不能出去玩的，在家里一起动起来，上推下拉，手臂碰耳朵，再一次，很好，就是这样，做得很棒，我们一起来，加油，五六交换，拉一下左右，很好，再一次 ，Come on， 跟着一起，在今天开启一个不一样的一天，来扩胸夹背，最后扩胸夹背，再一次，快，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做什么？下肢激活暖身操。所以我们这个动作要干什么？要激活你的下肢了，各位，把你的下半身交给我。有没有人不知道下肢在哪里的？小踢腿。下肢在哪里？下肢，下肢，上肢，下肢，上半身，下半身，我们一起把脚踢起来 ，Go。下肢就是下半身的意思哦，好不好 ？Oh yeah， 很好，踢腿，再一次，加油。各位，早点开始动，让你的身体持续保持青春活力，就是这样。各位加油！你看我们的颜色好不好看？好看，真漂亮！哇，我的颜色，对，很棒吧？来，跟着我们一起来，有没有穿跟练服的？帮我刷一下，有。不用现在刷，待会刷哈。我说我有穿跟练服，我教练，我跟你一起，跟你一样。很棒，再一次，加油 ，Come on， 左右再点一下，先不听，屁股向后坐，对，屁股向后坐，要把这个动作做对，再来踢，很好，对，轻轻也来了是，来左右踢一下，再跟大家打声招呼，看你们两个，可以吗？发现大家快忘记你们了。应该不会，因为大家都跟他加练。来，开合跳，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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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动起来 ，Come on， 加油，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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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跟着跳，跟着一起喊个数，一二三四。OK， 脚踩后面，刚才我们前脚踢了，旁边踢了，也试试往上跳。现在我们准备要帮脚下肢的后面后腿的方式来激活，先做点地的动作，跟着我们循序渐进，熟能生巧，好不好？转一下肩膀，转，很好，再一个，跳起来，让你的四肢协调，头脑清楚。家里呢，大人
小孩一起暑假跳起来，再一个，很棒，会了吗？准备要打保龄球哦，可以吗？来，我们准备一起换一下，五六交换打保龄球，脚往后，多延伸一点点，背挺直。Oh yeah！本人呢，他是发给我的。各位，这个动作不是扭屁股而已哈，屁股向后坐，来，先向后坐，腰杆挺出来，对，挺起来哈，帮你练臀腿左右，五六交换右，对，很好 ，Come on， 就是这样子，跟着我们左右摆动，动作不难，我帮你雕饰一下你的臀腿，改善你的假胖宽，让你的腰部发力。同时二头手心向上，跟着做，手心向上，对，左右摆动，再一次，很好，你可以的，你做得很棒。来，我们手放头上，手肘向前，这有三个动作交换，下半身不动，跟着我们起核心肌骨的暖身操。这个时候如果家里面有小哑铃的话，可以拿起来用一下哦。五六交换下，我后面刚好有个小哑铃，三四，什么？不行不行，你往上的动作会把哑铃甩出去。小的，你不要不要不要，我控制不了他，你看。我是谁？我是刘畊宏的女人呢，我会把哑铃甩出去，你开玩笑吧？可以，我是 Vivi 的男人呢，开玩笑。来，三头练起来，看看我侧面，手心向内，继续三头，甩掉你的蝴蝶袖，甩掉你的白白袖 ，Come on， 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G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Come on， 我们的哑铃颜色配我们的衣服怎么那么刚好啊？我们的哑铃是最轻的，我觉得我要弄一个，调整一下呼吸，我要弄一个能够绑在手上不会掉的，那是沙袋，很好，跟着我一起来，五六交换，再一次，有没有跟着我一起拿一样的？ Come on， Come on， 一起动起来，再一个，很好，加油，来，三头，来一个，哇，过瘾，再一次，下上，上肢下肢全部核心都激活了，全身一起跟我跳起来， Come on， 前画圈后画圈，很好，前画圈后画圈，旁边双手抬平画圈圈，哦，我发现这首歌拿哑铃也会很夸张哦，下敲敲上敲敲，跳一下我试试看，哇塞，拿哑铃左出牌右出牌，我决定了，游泳，我要赶快出这个，别是出轻一点的吗？对，像我的手臂就会变壮了，线条更好看，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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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嘿，一二三
三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手画圈。哇塞，这太重了，我拿都觉得有点吃力。哦呀，哇，太吃力了。下悄悄，上悄悄，过瘾，我喜欢。Come on，出牌，左出牌，右出牌。游泳，蛙式跟龙脊游起来，夏天一定要游泳。蝶式 ，Come on， 海里不会游，在路上游。Come on， 跟着我们一起游起来，加油，跑起来。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拿哑铃的，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几遍这个。你可以啊，因为你这样手臂就可以 keep 住你的大只的手臂了。这其实是练肩的动作，你看我这样教你们夹，是没有这。OK，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我要夏天 ，Come on， 来跳起来，站位置站好，六七 go， Come on， 脚点脚点，点点点，往左。眨眼睛，眨眼睛，再一次，点地，点点点，点地，点点点，拉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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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眼睛，眨眼睛，下来，举手，转圈圈，举手，转圈圈，上拳，上拳，左拳，右拳。冲冲冲冲冲！扭屁股。撅屁屁，撅屁屁，撅屁屁，撅屁屁。Come on！ 撅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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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等下游泳啊！嘿！等下游泳啊！嘿！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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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点，右过胸，左过胸，右眨眼，左眨眼，右点地，左点地，心率开始上来咯。点点点点，扩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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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眼，眨眼。举手，转圈圈，举左手，转圈圈，上出拳，左出拳，右出拳。哎，蹲着，亲爱的。扭屁股。不是站着坐。屁股。哎，推大一点屁股。扭一下。对。左右换脚，屁股推，自由式咯，仰式，加速自由式，交叉，屁股推大点，李比。换脚。
屁股推大。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强度的间歇，加速燃烧你的体脂肪，跟着我们起来 ，Let's go， go， 再一次，刺拳，横搞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勾拳，走起，横搞，再一次。下勾拳，呵，呵，呵，我加速燃烧你的卡路里，我再一次，呵，呵，我加速燃烧你的体脂肪 ，Come on， 加快速度，让脂肪害怕 ，Come o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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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加快速度，加快速度 ，Stop，OK，、okay, 手放头上面，好，我们起来狠的喽 ，Let's go， 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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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斜一点点 Vivi 斜一点点身体哈 Vivi 看我看我看我对对哈哈哈哈你不看我你动作就变成这样子了是这样子核心稳定在这里这样做好 Let's go 组合拳 Come on 加速再一次走起 One more time 横搞走起再一个走起最后加速 Stop OK把动作做对才像健身翻遍健得像跳舞的感觉胯打开腿抬高 Come on 常跳的男孩女孩们你们一定要做对 Come on 刚进来的一起学起来腰间的肥油咔咔跳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很好侧边看我的腿是不是膝盖往前踢脚底每一下都踢到自己的手对手环都掉了腿抬高往下你要拿下来吧再一个我拿不下来我到时候把它踢下来就好了哦已经掉了来跳一个很好核心稳定再一次对核心稳定 OK 一二三四可以吗各位动作其实不是跳舞哦这是健身把动作做对才能更有效果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加油各位让你们成为内行人好不好腿抬高抬头挺胸不要这样抬头挺胸对很好 Come on 腿踢高一点妹妹加油踢高一点来再一遍右边踢高再一次人鱼线马甲线给你们看一下各位不要踢半天不知道在踢什么加油你可以的把它练起来腿抬高超过九十度加油很好再一个五六交换烟很棒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一二三四五六
1 2 3 4 5 6 7 8，腿抬高，调整一下呼吸，这时候鼻子吸嘴巴吐气，鼻子吸气嘴巴吐气，想办法让自己身体稳定下来。再一个好，腿抬高，再一次吐气，腿抬高，很好，我们来准备跳一下， Let's go， 稳定，对，不要看地上，看着正前方，对，很好，训练你核心的力量， OK，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要出点火了，家里如果小朋友的话可以一起来学哦。好，左边，哎，蹲，蹲下，屁股向后坐，起来，动作很简单，很好，再一次。One more time， 很好，马步扎好，下盘才会稳。冲拳，1 2 3 4 1 2 3，准备 Come on 哈，跟着我们起来，跳一遍就知道， Go。 你有机会真的太等着，甚至装赢了什么冷笑着，叫谁的理由如何，只敢跟我背上左边，我的真正亮的全然的不只是你一个，真的当着身体强着，身体一动无力的资格，来蹲下马步，让老外看了都害怕的操，中国功夫操 ，Come on， 准备，再鼓励一下。好，你只要帅帅的跳就行了，跟着节奏一起啊，不用这样，这是我的表情，你不用用。5 6 7 Go。你可以给青青留一点位置，青青过来一点，左边一点点，对，这是跟练团的教练带大家跟着一起跳起来， Come on， 他这种叫做舍舞当中的得意忘形，看到了没，副歌你可以站后面一点点吗，然后不要打到我老婆，再一个副歌，不会不会，我会很好保护我自己的，呀，来女儿们扭起来，甩掉你的水桶腰，亮出你的水蛇腰，来蛇腰，我们应该把张峰第一次跳蛇舞的样子拿出来对比一下，对比一下，来很好，来5 6 7胸，节奏不太对了，两下屁股撞屁股，对，屁股摇一下，对，很好，再一次5 6 7 Go，
左右摇一个，往外打开，再摇一次，往外打开，再摇一次。副歌，左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Come on， 再一个，很棒，动起来，一、二、三、四，摇起来 ，Come on。大家觉得你的动作太夸张了，他这叫做得意忘形，蛇舞。不是，他是蛇舞里面蛇中间的那个蛇精，很舞那个蛇。副歌。很好。最后。张峰是什么蛇？你们帮我想一下。OK， 雕塑手臂的线条 ，Come on， 你起来。如果刘教练是蟒蛇，我觉得他就是青竹丝。OK， 可以吗？往外，我怎么突然忘怎么跳？握胸，左右打开，很好。然后我们左右跳一下 ，Let's go， 滑水，我们再一次，动作相对比较简单。如果你刚进来的，帮我们设下关注，跟着一起跳起来，甩掉你的蝴蝶袖，甩掉你的拜拜袖，肩膀手臂会很累，这是正常的 ，Go， 再一个，来。这时候手背会很酸了，来一个，一、二，手三指，很好，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往外。破胸准备，打开来，很好，就是这样，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五、六，跳一个 ，Come on。很好，跟着跳起来，左右滑水，跟着一起滑起来，再一次。OK。叫我水手 ，Oh come on come on baby。再一个。来，手背操一起，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手往上撑，再来举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手背会很酸，再来 ，Come on， 大力水手，很好，一起跳起来，刚进来的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动一下，动作不难，很简单，熟能就生巧 ，Come on， 最后喽。加油，五六交换，很棒，哦呀，准备定格。鼓摇起来 ，Come on， 屁股向后坐。就是会摇一摇之后就想上厕所了。很好。啊。这个动作很容易蠕动肠胃，哎，这时候不能再提这件事情，我不能想到这些。拉不出来的，跳这个很容易拉出来。不要闹了，我不想在荧幕前做这个事。左右摆一下，很好，屁股向后坐，二头，手心向上，很棒，各位，一起来，很好，再一次，加油。五六换动作，手头向前。西瓜跟桃子不能一起吃。对。再一个。下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左右摇一下，调整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看着我的屁股，腰杆动作，不要着急，跟着我们的节奏，一步一步来，二头手心向上，准备 ，Are you ready？ Let's go， come on， here we go。三头，手肘向前，下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左右摇一下，休息一下下，再来。三头，手肘向前，左右摆动，随着音乐，不要放弃，坚持下去 ，Come on， 一起来，带动你的身躯，用力的时候吐气，状况会更好。下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三二三四，最后一二三四，嗨起来！Come on， 动起来，年轻人，男孩女孩跳起来 ，Come on， Oh yeah， 让你的汗爆出来，燃烧体脂肪，燃烧卡路里 ，Come on， 就趁现在，不要放弃，坚持下去 ，Come on， Oh yeah， 二头再来一个，三头。我们一起跳起来，轻轻可以吧？那我们一起来，来，左右摆动，来一个。这时候调整呼吸，休息一下下。我们的动作比较简单，双脚拍手往上，看没有一直跳跃了，对不对？比较轻松一点点，很好，我们继续往上，哎，开始跳了，才刚说，你看，嘿，一点点跳，嘿，双手跳，胜利了，呀，加油，来，让你的脂肪忙起来，不要麻烦了，往外跳一下下，再一次，手画圈。肩膀伸直，对，再一次。好，我们准备要踢腿了。侧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单脚开合跳，很棒，就是这样子，持续保持下去。对，抓到这个频率跟节奏，你可以的。Come on， 第三阶段快完成了。超燃的全身塑形操，很好，双手拍腿往上，哦耶，单手胜利，嘿嘿嘿嘿嘿嘿，双手胜利，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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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麻烦了，要往外，再一个，往外，来准备踢腿，一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单脚开合跳，跟着一起跳起来。让你人生越跳越高 ，Come on， 不要麻烦了，往外，手画圈，再来一次，跳起来，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左右，很棒，最后 pose， 一起来 ，Go。
来了，来挑战了，准备，右脚点点，左脚点点点，右脚左脚点点点。眨眼睛，眨眼睛，再一次，点点点，点地，点地，点点点，扩张，扩张。眨眼，眨眼。你要自己先把动作做对，来往上蹲下来，蹲下来，冲。把动作做对，手心向上，换脚，屁股推大一点，对，二头，屁股，对，很好，记得换脚的时候。换脚之后，左右脚交换，从头再一遍，手放上面一起来。One more time， 左右，眨眼睛，再一次。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岛，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举起。蹲下来，冲冲冲，扭腰，二头，屁股推大一点，屁股，很好，调整呼吸，仰视，跳起来，脚交叉，再一次，各位，周大侠来了，五六七 go， 过瘾，走起，下勾拳，加速，再一次，加速，跟不上没关系，各位循序渐进，加油，可以休息一下再跟， Come on， OK， 这个阶段跟不下去没关系，调整呼吸再来一次，斜步，斜的，对，就是这样，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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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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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你可以的，哈哈，调整一下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不要着急，你可以做到，我知道很快，但是大家没关系，一步一步来。来，刺拳，组合拳，勾拳，再一次，走起 ，One more time， 再一个，走起。
喜。恭喜。调整呼吸，很好，就是这样子。再来一次，动作不难，调整一下呼吸，我们循序渐进跟上来。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手画圈。那你们发现了，这叫做聊天滑水法。对。他就是很累，然后抢着讲话，肩膀要抬高。再次上交，出牌，游泳，屁股向后坐，蝶式，再一个，蝶式，一起。滑起来跑步，跑，展翅高飞。OK，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2 2 3 4，五六，再一次。手画圈，调整呼吸，很好，这相信大家都能一起跟上来。手画圈，肩膀抬高，对，哎呦，哦，谁啊？下悄悄，上悄悄，帮我弄个清凉帽，给你盖头巾，哈哈，嫁出去，想嫁人了，游泳。屁股向后坐，蝶式，一起来。刚进来的是关注，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就在今天，一起动一动，改变你的新人生。Go！ 妈妈，OK， 屁股向后坐。夹一下，这是练肩膀的动作，对，肩膀抬高一点点，挺胸，笑一下，开心笑一下，挺背挺起来，哦，很痛哎，背挺起来，对 ，OK， 啊，我是大师，耶！慢慢走，再一次，前后左右，对，很好，加油！你干嘛不走？我走。小青蛙，蛙蛙，可以吗？加油，各位！你想干嘛？愿他们。开合，开合，开笑。走一下，走，调整呼吸，哦，很好，你可以的，我们一起坚持下去，往手，2 3 4 5 7 8，2 3 4，来往外，动作做标准，再一个。往外。
再一次，指着梦想朝它飞去，跳起来，再一个，跳起来，很好，再一个，加油，吐气，很棒，再一个，开合，开合，开合，很好。小青蛙，哪个？最后一个小青蛙，小青蛙，小青蛙，呱呱呱！再一次，加油，各位，坚持下去，不要放弃，你的努力会被看见。再一个，最后咯，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左右，过胸夹背，大人小孩一起跳起来。蜜雪堂的人记得是一个蛋白。好了好了，你先往右边一点点，叫一下，哇，手心向上，很好，再一次，一起动起来，加油，手心向上，最后跳起来，打开手背，碰手背，让你的体型形态最好。这是什么操？你们为什么没有写字？为什么没有写字？往上，舒姐，为什么没有写字？再教他们做俯卧撑。再一个，加油！最后努力一下，打开你的身体，让你的体型变得更好。来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扩胸夹背，加油，很好。再一次，调整呼吸，改善圆肩驼背，让你的身材更好。一起叫一下 ，Go！ 手心向上，夹着背，就是这样。加油，你可以的。跟着一起跳起来，手背碰手背。再一次，呼吸。One more time， 可以吗？最后。我们上推下拉，再一个 ，Come on， 点地，加油，动起，动起来，拉一下，扩胸夹背。最后，很好，加油！最后，很好，再一个，夹一下背，五、六、七、go！ 最后了，加油！再撑一下，撑高！一、二、三、四。恭喜所有的男孩女孩们，小伙伴们打卡成功！
水分，如果你有电解质水赶紧喝一喝补充一下，然后擦擦汗，准备开始我们从站立拉伸哈。好，将你们的双脚分开，我们从站立，这个拖鞋是不是超好穿，增高8厘米，我瞬间就到了1米7，哎，瞬间穿到了1米7。好了，大家赶紧哈，跟着我们一起好好的放松一下，逐渐的降低你的心率，然后好好的睡一个觉哦。将你的双脚自然的分开，脚趾冲向前方，双手带到腹前十指交扣，吸气翻转掌心朝上，推直手臂，把侧腰的位置拉长，深呼吸，鼻吸，好，嘴巴呼气，打开手，好，再一次，双手十指交扣，吸气。我膝盖的位置是刚刚我跪了地面啊，跪得有点猛，所以有点红，吐气，鼻吸啊，嘴巴呼吸。我们先通过这个缓慢的动态拉伸，逐渐降低你的心率，让汗慢慢的收一收啊，打开手，再一次，不会臭脚，吸，吸，推直手臂，呼气，打开。好，准备最后一遍，吸气，翻转掌心，好，呼气，打开手，非常好。现在把手臂抬起来，在身前做一个交叉，左下右上，屈下方的手臂啊，然后带动上方手臂去做一个伸展。对，你可以跟我做同方向，转头，我们去做一个手臂外侧和后背的拉伸。对，你们说我脚上的鞋还是那个洞洞鞋啊？洞洞鞋我们直播间今天有，也是一个福利哈，29.8块一双，非常好穿。然后我身上的运动鞋是我们之前红色跟绿色的同款，现在出了白色哈，跳操运动跑步都适合。来，吸气回正，换另外一边，屈下方手臂啊，然后带动上方手臂去做一个伸展，吐气，转头。男生可以穿，只要你能够拍到适合你的码数就可以哈。黑屏了吗？哦，没有。哦，退出重新进入一下哈。好，好好做这个动作。如果你平时容易后背酸痛、肩背酸痛的话，这个动作不管是跳操过后，还是你日常工作了一天回到家，也可以做拉伸啊，也可以去放松。好，准备吸气回正，准备啊，我们双手在身体的后侧十指交扣，推直手臂，吸气胸口往上提，拉伸一下颈部，拉伸一下肩膀啊，往下沉。对，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声音调整一下啊，因为我在直播间听到我的声音还蛮大的。哎，3 2 1， OK， 好，双手解开，解开之后呢，我们准备啊，一只脚往前，一只脚往后，成一个弓步，双脚分开，跟你的骨盆同宽，屈后侧膝盖往下，试着把你的膝盖落下来，放在垫面上啊。如果你会膝盖不舒服，垫一个抱枕或者是垫一个毛毯啊。吸气抬手，对，好，吐气，把侧腰的位置拉长，手臂腋窝和侧腰啊，后方的脚你可以绷脚，也可以勾脚啊。勾脚的话，你可以有更多的支撑力去拉伸你的大腿前侧和腹股沟，保持，肩膀放松，3 2 1，深呼吸，好，吸气，身体先还原啊，把你的手落下来。好，身体的重心往后，我现在是右腿在前，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右腿在前的话，手落下来做支撑啊，然后手去抓前方的直腿，去拉伸你的小腿、膝盖窝和大腿后侧。有一些小可爱是运动了一段时间之后会觉得，哎，小腿怎么壮壮的，怎么那么发达，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拉伸啊，没有好好的去放松你的深层肌肉跟筋膜。3，脖子放松，眼睛看地面哦。2 1，好，来，准备重心往前，脚掌踩地，手托前侧的大腿，后侧膝盖抬起来，慢一点点啊，我们换边咯。另外一侧，后脚跟往上提，双脚分开跟骨盆同宽，然后后侧膝盖落下来，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前方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如果你已经超过脚尖，那请你把你的步子再夸大一点点哈。
髋的位置往下沉，腹股沟的位置，髂腰肌的位置，好好的拉伸一下，保持呼吸。鞋子一点都不闷脚，我跟你说超好穿，而且足弓的位置很有支撑力，跳操啊跑步啊都非常适合，而且很好搭配衣服。你们之前说红色跟绿色很难搭，那黑白色来了啊，才299，大家赶紧去拍。3 2 1 OK， 好，来手支撑，我现在是左脚，现在右手落地啊，重心往后移，前方的脚掌勾回来，腿伸不直可以屈一点点膝，手去抓住前脚掌，胸口往上提，呼气往下。好，来，你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动作，你们是小腿比较酸，还是膝盖窝，还是大腿，还是臀部？对对，这个动作可以拉伸到你的大腿后侧啊。鞋子当然能跳操，这个鞋子，因为我们刚刚就是穿这个鞋子跳操的，大腿、膝盖、膝盖窝，哦，小腿。那分享给你们啊，就是最近大家如果有买筋膜球或者是说那个滚轴的话，你比较有感觉的区域，用你的筋膜球多去滚一滚，好不好？等一下要坐着啊，好，来准备，重心往前。往前落下来啊，现在我们直接双手支撑，把你的前方脚往后撤退，我们接下来就要到垫子上去做一些练习了。我换一边，你们不用换啊，手支撑，双脚脚掌回勾，双膝分开，吸气将你的坐骨展开，腰放松，胸腔打开，抬头去做一个腹部的拉伸。好，呼气卷骨盆，收腹拱背，低头推开你的后背，现在去放松你的整个后腰背部的位置。日常容易腰酸的，久坐的，久站的一些小可爱，跳不跳操这个动作都可以做啊。吸气打开前侧，好，呼气收腹拱背，对，吸气延展，我的这一个拉伸没有回放哦，吸气，好，再来呼气拱背，继续做动态哈，慢一点点，你可以去感受你的脊柱在一节一节的伸展，然后通过伸展把你的心率慢慢的降下来，让你的汗慢慢的收一收啊，吐气。等一下我们拉伸完之后会有福利给大家啊，现在先好好拉伸，好，吐气，好，最后吸气，身体还原。好，还原之后呢，重心往后，两小腿往旁侧打开，坐下来，我们到坐姿。乌龙茶好喝，我跟你们说，乌龙茶加上那个牛奶简直，哎，怎么又说到喝了。好，我们坐下来，拨动一下屁股下方的肉肉啊，拨动之后呢，坐实，双脚弯曲，脚掌相对，手去抓住脚踝，吸气，胸口往上提，对。我今天喝的是电解质水啊，呼气拱背。我今天没有乱喝，我今天喝的是充电版的电解质水，呼气。我最近天天都在喝这个，因为我出汗太多了。然后呢公司的电解质水它又不会加糖啊，特别是充电版的，所以说我会在三伏天的时候，出汗多的时候喝这个，吸气，好，呼气，吸气，洞洞鞋很高，8厘米，穿上秒变1.7米，吐气，但是很划算，很好穿，吸气，很轻，别看它那么厚，但是很轻，吐气，好，最后吸气，身体还原，好，呼气，手肘去压住你的双腿内侧，重心往前。对，你可以拱一点点后背啊，在这里呢拉伸大腿内侧的时候，屁股的位置也会酸酸的，你的整个后背也会有延展啊。后背酸是不是？如果你在这里是酸痛的话，是正常的。哎，我们的裤子今天有链接吧？好像没有哎。哎，你们怎么回事？每次让你们来好好拉伸，你们一直在问衣服。好，你们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下次我让他们做好不好？我们拉伸到15分啊，那你已经1.7米了，你还不如买我脚上的这一款，
对，你太高了，你一米七，穿上那个鞋得一米七八。好，准备吸气回正，拉伸到9:15哈，来，右脚弯曲在内，左脚往外打开，先直腿啊，我换一边。啊，如果你跟我是面对面的方向，你就跟我做同侧就好了哈。双手扶腿，吸气延展，呼气侧腰伸展，对，吸气，好，再来呼气，对，吸，再来呼气，吸气回正。拉伸完可以吃香蕉，哎，我们新出了那个蛋白棒，哎，非常推荐大家跳操之后吃那个蛋白棒，因为跳操属于有氧嘛，你在就是降低体脂的过程，你的肌肉其实也在掉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嘴馋了或者是想吃点东西，建议大家吃那个蛋白棒，因为蛋白棒呢它是热量很低，然后呢你在管理期间运动过后非常可以补充的哈，吐气，吸气，好，我们最后一遍，吐气，保持住，拉伸完可以吃桃子吗？吃吃吃，哎，你们怎么有哪一些小可爱是在每一次运动完之后都会吃很多的？鸡蛋白可以，鸡蛋白可以吃。好，如果你做这个动作还可以加深的话，你可以手去托住脸，那你托不住的话你就把身体推起来就好了哈。这个动作主要去感受后腰跟腿内侧跟腿后侧，然后呢西瓜少吃哈，西瓜晚，因为它比较凉，而且你现在三伏天，就是晚上吃西瓜的话其实是比较凉一点的，少吃一点，豆浆可以少喝一点。三，摸不到脚踝就在这里。二，这个动作去放松你的后腰，放松你的腿。吃螺蛳粉的就不要了。山楂，山楂会不会太开胃了呀？我每次吃完山楂都好饿啊。吸气回正，我们准备换边。另外一侧。哎，小伙伴们，你们帮忙回答一下，吃火鸡面跟红烧肉的，你们告诉他们晚上可不可以吃？来，我们动态换边咯啊，吸气回正，吐气，还有吃烧烤的，你们是不是故意的？你们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吸气，等我带你们加练的时候就知道了哈，吐气，吸气，再来呼，吸，再来呼。运动完可以泡泡脚，但是会建议大家如果想要泡脚的话，洗完澡会泡脚，对，就虽然会出一身汗，但是呢你洗完澡之后出一身汗，收了汗之后会非常好睡觉。再来吸气，最后一遍呼，我们保持静态。现在大家的心率有没有稍微降下来一点点？推荐给大家就是运动完之后，如果你是有点饿的话，你可以吃一些蛋白棒，就是我们最近出的啊，99元三盒，一共是18根。然后是如果你在管理期间，或者是说你做完有氧之后不想让你的肌肉掉得很快的话，要及时补充一些蛋白质，这个就非常适合哈。然后呢牛奶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点，但不要喝冻牛奶啊，特别是现在天气热就想喝冰冰凉凉的，还是不要。对，好，三二一，好，来准备吸气回正。 OK， 好了，现在我们直接把另外一只脚打开，双腿大大的分开到你能够做到位置，拨动一下屁股下方的肉肉，往斜后方啊，双脚分开，能够到哪里就到哪里，只要你感受你的腿后侧和腿内侧是拉伸的，脚趾冲向天空，选择一，停留在这里，直直的保持在这里就好，选择二，身体往下趴，选择三，可以趴得更多哈。
稳定在这里，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拉伸动作，它放松你的腿同时放松你的后腰背，还可以强浮力。对，发带没有，生理期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就不要跳操、如果你觉得 OK 就运动。我生理期就是我特殊时期，会前面两天稍微缓一点，后面几天我就正常。对，好，来，趴不下去没关系，你们可以告诉我你哪里比较有感觉，量力而行哈。锻炼完可以吃苹果。三，可以喝柠檬水。啊，怎么办？你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我都好想回答哟，但是我一次性回答不完，所以请你们关注我，然后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好不好？内侧膝盖窝，可哦，大家都有感觉，非常棒。好，准备，慢一点点，回正，对。好，我们要做屁股的拉伸咯，微屈一点膝盖啊，双脚收回来，先从缓的开始啊，先从坐姿开始，双手支撑在身后，双脚分开，吐气，双腿往一侧倒，把屁股的位置抬起来，单侧啊，吸气回正，呼气，对，可以喝，就是蜂蜜水也可以喝，但是就是在出汗比较多的情况下是建议大家要喝电解质水的，因为你在暴汗的情况下你的身体会流失非常多的水分，同时流失电解质，这个时候呢你要及时的给身体补充，就跟很多人会在暴汗过后喝一些淡盐水的那种概念是一样的啊，只是说这个还会添加其他的一些身体需要的能量给到你们，但是大家也放心喝，这些能量是你在运动过后是非常需要的，不用担心是补充一些不需要的啊。我们的一些运动的食物啊配料的表都是非常干净的。好，最后吸气回正，对，淡盐水不行，一定要喝电解质水，电解质水有链接啊，我们谈一下链接。对，有两种版本，有一种充电版，有一种电动力版啊，如果你不知道什么版本的告诉我，我分享给你们哈。我们要换动作咯，看到没，脚踝搭在大腿上方，然后另外一只脚往回收，拉伸屁股，膝盖的位置要往外推。好，经常跟着我们一起拉伸的小可爱可以躺下来，我示范一下躺下来的动作哈。躺下来呢是针对于有一些小可爱比较方便躺下的就可以躺下来抱腿哈，如果有一些小可爱不方便躺下来，就像我刚刚做的那个动作一样，坐着的方式，好不好？抽抽你，屁股要有感觉哦。好，三、二、一 ，OK， 好，来，落下，准备换腿，最后一个动作了，大家要好好做完啊。另外一侧。抬腿，可以躺下的话你就躺下，躺不下你就坐着啊，坐着坐。对，哦，大家都看出来了，我今天穿新鞋子了，是穿了新鞋子就要来跟你们分享。对，深呼吸，好，准备，我们落下来。落下来之后我们双脚落啊，从侧卧把自己推起来，对，好，推起来，我们最后做一个肩颈的拉伸。好，我们在做肩颈拉伸的时候呢哈，大家注意啊，保持整个下腰背部挺直的状态，抬头，对，手抬起来放在耳朵后方，吐气。好了，对，说到刚刚的充电板跟动力板，充电板的话是针对于一些管理期间的小可爱哈，如果你在管理期间，体重管理期间的话，又想就是运动过后补充一些电解质，补充一些能量，就喝充电板的。那动力板呢，是属于高强度训练，
跟一些小朋友上完体育课之后需要补充能量，或者是说像刘教练那样就消耗非常大，然后呢身体就是肌肉非常的需要补充一些快慢糖啊，所以说就可以补充动力板，大家可以分享，就是可以就是挑选适合自己的。好，吸气回正，斜方肌大可以做另外一侧哈。好，吐气。可能有一些小伙伴还不认识我哈，我是跟练团的青青，那我会在跟练团加练再加练，带大家去做一些练习。那我的特点呢就是脱糖，我非常喜欢脱糖，因为我想要带大家练习的动作太多了。最后带大家做一个肩颈的拉伸就结束了哈。好，嘴角上扬，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会建议你去询问一下专业人士。三，我的特点没有魔鬼。二，一，好，来回正，放松。哦，绕动一下双肩。好了，脱糖了一会儿，然后呢分享一下哈，电解质是